怎么样？对，老说我。我没有什么变化呀、啊，我就是在我们单位身份有了一些提高啊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你还能提高？你已经是德云一哥了，还有提高空间吗？难道？我原来虽然是德云一哥，但是一哥是两个人呐。现在呢？郭麒麟见到我，他都会绕着我走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啊，听说你们单位上一个这么狂的，好像已经辞职了，是不是？那不是辞职好吗？开除。你现在挺膨胀啊。不是我膨胀，是咱们的节目年轻时尚。那是。说实话，咱们这个节目的气质，德云社其他演员无法驾驭，就跟我师父一样。我师父穿大牌，你记得吗？是，也老穿。就好像我师父穿大牌一样。说的还不错。没用，没用，这么喊，这么叫。没有用，你看，观众朋友们都知道，我师父穿大牌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人家模特照片放在一起，我师父的大牌好像从海鲜市场买的一样。哎，真的，月，啊，你在师父背后这么说坏话好吗？不是，不是背后啊，当面我也敢说，你当面这么说。师傅不骂您吗？他凭什么骂我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嗯，再说了，忠言逆耳，对不对？你咳嗽也没有用，呵。我跟你说，我师傅这个人非常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师傅真的好人啊。郭老师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咱们这个脱口秀没有稿子，说的全都是真心话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郭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是第一次，来上陈赫的节目，还有月月啊，不重要啊。那个，其实我跟陈赫我们很早就认识，是是是啊，哦，还要谢谢陈赫啊。因为之前呢，有一次德云社呢有一个产品，然后要宣传，我找了好多业界的朋友，什么吴秀波啊，他们呀，就这样的艺人呢二十几个，然后包括陈赫，我说帮我录一个几秒钟的 VCR 吧，然后陈赫是最认真的，说我要准备一下啊，就准备了大半年，到现在也没给我录啊，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一会儿录完了，马上就录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都卖完了产品，没用。师傅，哎，我错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好奇怪呀、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您穿大牌好看，真的，不要开除我。怎么能够开除你呢，孩子啊？开除你，德云不就没有一哥了吗？而且，你说的没有错。嗯啊，做艺人这个工作嘛，我们就得接受大家的批评啊。嗯、大伙儿笑话说郭德纲穿大牌不好看，开开心心挺好。忠言逆耳啊，嗯，回去再弄你啊。郭老别生气啊，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什么日子、啊、今天、啊、今天可是周六啊，周六啊，周六，这我明白，那还愣着干什么呀啊，这里是周六夜现场，耶，知道那个新转院的老郭吗？哎呀，老帅了！哎呀，一个老不正经的，哎，能有多帅？人称九亿老太的梦啊，夕阳红101 C 位出道的老帅哥。哎、小远哥、嗯，咱们去看看呗。走走走，现在就去。嗯，我对这种老头啊不感兴趣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你心目中的那个白马老头长什么样啊？他呀，
应该是每天可以逗我开心。嗯，他扇着扇子，遛着鸟，圆圆的身躯，穿着时尚的纪梵希。一步啊，我这个血压就蹭蹭蹭到点儿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哎呀，我想做他手里的那把扇子，一直被他珍藏。好想做他手里的那只鸟，哎呀，永远被他捧在手心里。小野，哎，你想做他的什么呀？哎，我什么都不想做呀。啊，他那样的老头啊，我一点都不稀罕啊。嗯，再说了，我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儿子一定不会同意我谈恋爱的。哎呀，别管你儿子了，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他是你喜欢的类型，快去表白。不用不用，表白表白表白。哎呀，别推我，别推我，我没碰他呀。这么巧，你也有糖尿病啊？哦，你也有糖尿病啊？对呀，既然你知道了，还不离我远一点吗？啊？为什么？你这么甜，你害得我血糖都升高了。好浪漫呀！好想做他的纪梵希，永远贴在他的胸口。好想做他的老花镜。永远在他眼里。那以后我们就每天约着一起吃药啊。我儿子告诉我啊，这个药啊一定要按时吃。我儿子，我儿子不会同意我谈恋爱的。说什么？我说我儿子不会同意我谈恋爱的。啊？耳朵不太好使啊！来来来，这个助听器啊，给你用啊！来。啊，冰姐，这助听器听得真清楚，我感觉我听到你的心里话了。我心里说什么了？你说你心里都是我。好想做他的葡萄糖，融化在他的血液里。哎，好想做他心脏搭桥的支架，永远在他心里。这个助听器啊，你就拿去用啊。我儿子给我买的，我儿子。啊，我儿子不会同意我谈恋爱的。这老年人也有幸福的权利，你干嘛骗自己呀你啊？不，我不配拥有这。轰轰别别啊！别走，这病例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啊！哎呀。小野儿啊。其实我来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你了，我想让咱们的晚年是焕发第二春的。老郭呀，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谈恋爱了呀。虽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我保证一定要好好的养生，绝对不死在你的前面。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怎么办呀？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死在你的前面，那你死不死？那你死不死？我不死啊。我不死啊。那谁死啊？慢着。哦，他死。追求？难道他一直也喜欢着小影？小影啊，这个新来的老郭哪里比我好啊？
我可以把养老院整个承包下来。哎呀，等我住在一起吧。哎，我们又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子，好吧？钱算什么？小颖要的是关爱，是关爱呀。小气，小气。就你这个条件，你拿什么关照顾小颖？我怎么就不能关爱了？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吵了，我不值得。你说，你凭什么追小影？你为他做过什么啊？我为小影，我得了病啊！你得了什么病啊？我太关心他了，我得了冠心病。那我为小影，我也得了病啊！什么病啊？骨质疏松。因为我呀，看到小影，我整个人我都酥了。我还为小影得了病呢。你还有什么病啊？我每天就想和他在一起吃饭待着，我得了痴呆。你说的这些都没有用。我问你，如果小影有一天突然摔倒了，需要跑步，着急去医院找医生，那你还跑得动吗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可是 Running Man 的。我很会 run 了，你实在不行，我跟你比比，你敢吗？人家比就比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三二一，跑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妈，哎呀，瞎答应什么呀？我儿子来了，来了。妈，你这干嘛呢？哎呀，你妈妈呀，给你选爸爸呢。爸爸，哎，瞎答应什么呀？儿子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妈，你竟然瞒着我跟老头谈恋爱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不用解释了啊，我给您安排的相亲啊，马上就要到时间了。不是啊，你听，什么？我说我给您安排相亲。我不是没听清啊，我是说你为什么同意我搞黄昏恋了？哎呀，我以前呀也不是不同意。只要遇到对的人，就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不是？哎呀，这儿子太可爱了。妈，我这次给你找到一个特别棒的老头。哦，虽然他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但他是个好老头。你说什么？好老头？对呀，好老头。好老头就是我，我就是曾老邪。你先等会儿。你刚才说的那个人，我好像认识啊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走，带我去找他。哎，走，走啊！我的爱情啊，我的小影啊！孩子说的对。